这句我是大侦探，理智从小抓坏蛋，做个人物来自称，该抱团时就抱团。这里相对较安全，因为旁边是住院，很多人都往这走，身后都是我同伴。我这有一个任务，这有一个任务，来来来看我的任务，看见没有？哎，找了找了，我要作用了，你那看到了？你找你作用我找了，我看到了看到了。这一号面导票一吧。哦，一号面导什么这么勇？我刚才做了一个任务啊，六号看着我做任务了，然后我的进度条涨了。我看到五号做任务涨进度条了。我一开始做的任务是劈柴，然后花园做那个任务浇花，然后就看到三和九在一块儿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悄悄话，反正我也听不见。然后我走到他们那边，他们就开始刀我，我在那边跳，然后突然死了一个，是被三号刀死的。然后九号在旁边，我是警长，我报身份，我是警长，有对跳的吗？一号，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。一号，你把三号刀了，你不是你没被同学？那直接弃票好吧，让三号去做任务，看他长不长数值好不好？行，三号、九号做任务。三号做任务，三号做任务，三号做任务，五号过了，五号过了，三号做任务。看三号做任务，看三号做任务。来来来，三号来来来，三号来。三号做任务，做任务，来做任务。他直接刀了。一号动手。还没到时间呢，上海，跑三号，站别动。啊？什么情况？这惨死了吧？这是？死了！警长。OK， 大家肯定一脸蒙圈吧？这个局面只有我这个侦探才能破局了，好吧？这个一号是真警长，然后他想刀三号的时候被三号反刀了，然后三号身上已经没有刀了，我就大胆验了他一下，赫然显示他是狼人，好吧？咱把三号投了这一轮，然后下一轮投九号。我侦探，不用担心，我来出手。朋友还在不在啊？我是个赏金猎啊，现在是两个迷狼出来了呀，我肯定选弃票的好吧？惹你先归票三吧，有主持的，有主持，全票飞三。不是那个刀，我一直点，然后他一号就往那个尸体上走，我就点成报告，然后我也很尴尬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九号。九号不好意思，九号铁狼，下一轮出九。侦探，不用担心，我来出手。